我们去露营，噔噔噔噔噔噔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选好我们的露营地啦，然后准备开始搭帐篷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要搭的帐篷。我们的野菜篮今天的中饭就在这个里面啦，等一下再给你们看。现在我们想把我们的吊床安装一下，然后选了离帐篷比较近的两棵树。这两棵树应该间距还行，不过下面这个不是草地的，但我们小心点，就到时候不就小心点，到时候不要踩到。哎呀，这是我们的帐篷。帐篷吊床哦，这是我们的吊床。吊床哦，睡午觉了，拜拜。真的很像阿凡达里面，阿凡达也是这样，他们睡在那个树叶床上。那我们要不要等会把帐篷转一个身，就还有一个窗户朝这边，可以啊，这样就能看到这边的吊床。我们为了看到这个吊床，把这个帐篷的窗户稍微转换一下方向。我刚刚拔了这个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把我们的帐篷搭好了，然后呢经过体力劳动，肚子很饿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吃午饭。那我们这次来的，因为进山这边稍微
比较偏一点，那我们就是自己准备了一些食物过来，那我们等一下一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我们的野餐篮，好看吧？因为我们今天准备的一些是熟食比较多，所以没有不用放冰块什么的，然后是早上去买的，就很新鲜。先看一看，这个是酸奶，昨天超市买的。然后呢，是一些水果，这个看得清楚吗？山竹，还有，哇，我闻到香味了。荔枝，然后还有就是黄瓜，那这些都是水果生的部分，我们今天重点是熟的部分。先来看这个哈，噔噔噔，素烧鹅，嘿，然后呢，鸡爪四个，然后就是今天的重点。这个真的超级好吃，算杭州特色吧，应该是。这个呢叫鲍鱼，此鲍鱼非彼鲍鱼，但这个鲍鱼更好吃。然后是早上现做的，味道很香。很香，我们的野餐篮打开，就是因为大家闻不到，但是我们两个闻得到，就是全部都是它的香味。然后等一下就会吃它。你说啊？我吃这个。你不要吗？等会儿，你先吃。嗯，把我挑的实在是太好了。嗯、哦，凉，有风了，有风了，凉、下来了。啊，我看风是哪里来的？嗯。拉开，下面。是这里吧？对。为什么我感觉不到？胖子比较能有很。这个咸吗？不咸。嗯，有只蝴蝶飞过。啊，我们要是把黄瓜洗了就不咸了，就着黄瓜。哎，那边有喷出来的水哎。